两颗钻石烧毁啊，烧毁。老片卖什么？什么时候去捧场？就我要看看啦，因为我现在目前就是卖一些桌游，就是寄卖啦。对啊，就是拿有人家要订，我才帮你订。如果你没有订，那我也不会帮你买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说，如果说你真的想要捧场老皮的商店，你可以想找吃的好好饿哦，想找你想买的东西，就像是那个坏东西雪中送炭，希望他能送两杯饮料过来给我喝，而且还是要热的那一种，不然我就会冷死在这里。噔噔噔噔噔，真的有天才啊！天才有啊，因为其实人生而就生来就是不公平啊。我遇过天才，很恐怖的天才，他几乎每样，他几乎所有的科目他都会啊，所有的科目他都会。哦，他会的意思是怎样？他就是可以去理解，然后就是过目不忘这样子。对啊，叫理解哦，不是说死背起来，不是，就是理解。我说，哎、欸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就这样，什么东西弄一弄。就他跟你讲理论啊，他要跟你讲说，就是因为你要先这样，好、哦、才可以这样。我说啊，我都听不太懂啊，他解释大概三四次我才懂，然后顿时就觉得说我好像智障，说哎、欸、奇怪，我的智能是有什么障碍吗？就是说、欸、为什么他讲话我没办法理解，对，还要听好几次才有办法理解，就是因为真的是他的什么整个观念跟想法都跟你有差啦，对吧、啊？跟你有差。异性相斥，同性相吸，什么东西啊？同性相斥吧，异极相吸，同性相斥。老皮吸引我了，所以你跟我是啊？你是女士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。为什么感觉美国天才比较多？教育问题啊，教育体制问题啊。台湾或大陆，或者说应该说亚洲，或者华人或什么地方，其实讲真的，天才很多啊，印度也很多天才啊。但是为什么美国会比较容易被发掘？因为他们的教育啊，我觉得他们教育体制就是不是死读书，他们会鼓励你说，如果你有任何的长处，如果你有任何的才能的话，你可以去专门去往那个才能去发展，而不会被人家说是不好或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不会说今天有一只猴子哦，他爬树很厉害，好不好？他爬树很厉害，然后你要跟他拿去跟一只鱼比游泳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要上课，学校教什么？教你游泳。哦、教你爬树、哦、然后教你就是比如说一些有的没的，对不对？一只鱼它可能它游泳它游泳真的太强了，它比猴子还要太强太多了。可是它你叫它爬树，鱼怎么爬树啊？鱼不会爬树嘛。然后所以说老师就说，哎呀，你这只鱼啊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啊？你爬个树都爬不好，对不对？爬树爬不好，你这学生真的很烂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不要以为你就是会游泳你就了不起。我跟你讲，你要爬树也是很重要，就是他就是用那种既定的观念啊，就好像说你一样样都考100分，你没考100分啊，表示说你这个就不行啊，你这个人就没有资格哦、啊，就是说是好学生什么的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说，其实就是一种观念问题啦，观念问题嘛，你就拿那个鱼跟猴子爬树的那个，或者说游泳的那个来比喻就好了嘛，这样应该就很能够理解吧，很清楚能够理解啊。对啊，我讲过，对啊，我讲过啦。可是就是有人没有听过啊，有人没听过嘛，对不对？3D 食人鱼吗？我看过啊，就一部大烂片啊。鲨鱼好累哦，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放过那个食人鱼跟鲨鱼啊？好不好？3D 鲨鱼、3D 食人鱼，好，下次要讲3D 美人鱼吗？那3D 美人鱼好像不错，对不对？那改天如果错的话，我去看一下3D 美人鱼啊，给您视觉上的冲击。仿佛就是所谓的3D 肉补胎，好像还不错啦。干嘛洗屏啊？那个是在干嘛？啊、那个是在洗俄文嘛 ？Simbolivia, Dablo Gagalavi Obigano, Yalobi, 啊 ，Lobi, Simbolivia。爸爸是他是俄罗斯人还是谁？对吧、啊？他那个文应该是俄文吧？还是什么文？不知道哎、欸。English please.You can use Google Translation。国考社会不用读，最后社会还考满分。你可以成为社会学家、啊，没有啦。嗯，对啊，可以试试看。3D 老皮团，
我前几天去看那个、啊，上一部不是看那个吗？哈比人啊，哈比人3D 啊，好不好？恶龙荒谷。不过我不想破梗啦，所以说如果你有想要去看的，你就自己去看，真的很好看，真的很好看。但是说后面 有一段剧情真的是还蛮拖时间的，对啊，我觉得真的很拖时间，就是整整20分钟呢都在鬼打墙啊。然后男主角找不到路，然后女主角找不到路，都不知道干嘛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。哎呦，人鬼情未了，真的有美人鱼哦，不过专门吃人的。什么鱼？什么？为什么有这种美人鱼？你那个是美人鱼吗？你确定是美人鱼吗？应该不是美人鱼吧？亚洲不缺天才，但是亚洲人擅长埋没天才。等一下，这个水有毒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水有毒哎、欸。太扯了吧！带个样本回去啊，采集一号样本。哦，有毒的水，怎么办啊？这边水有毒哎、欸，太恐怖了吧！我一见你就毒，我一见你就毒。哎呦，斯巴拉西，你要去看啊、哦？可以啊，赶紧去看啊！我觉得好看，真的好看，真心。真心觉得好看，对呀、啊，上来，跟你说不太一样，剧透，不要剧透啦，剧透，等下有人要哭，老皮你剧透，你是剧透狗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有一句话这样讲的，哦，就是说感同身受，是不是？我每次哦开台玩那个阴尸路还是玩什么有剧情游戏啊，都有人要跟我剧透，他就说老皮我跟你讲，大家那边没有僵尸哦，哦你会被吓到哦，哎你看看你还被吓到，老皮被吓到，哈哈，我就说吧。你看，我看，你看看什么时候讲的哦？老皮被吓到，你看看有僵尸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就是这不是很扫兴吗？哦，这不是很扫兴吗？哦，对呀、啊，你要当扫兴鬼吗？对不对？不要嘛，不要这样，这被腐化的水嘛，应该不是吧？有毒的水，他们写的是有毒的水，有毒的水。谁敢不这样埋葬你的脸？如果还有明天，呜、哦，我准备吃大餐。你以为会唱大便吗？不会，好不好？每次唱大便，我唱到就觉得烦了、哦。有一个害进 FB， 后来被要去 FB 公司，是台湾的话被抓进警察局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，没错、啊。就有玻璃瓶，然后喝掉。为什么你不喝？为什么要叫我喝？奇怪啦啊，奇怪啦！帮人们进化啦，我觉得毒水应该是可以进化。对啊，毒水。其实、欸、我可以弄个毒水，然后在家里面前面当护城河，对不对？它的东西又不会烧掉，还可以回收，现在还不错啦，我觉得。什么东西啊？这样玩就没有刺激感了。怎么说？为什么没有刺激感？你想寻求什么样的刺激感？你可以跟我讲啊。什么像？哦，对了，你说我、哦、说剧情剧透，哦，了解了。有人说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当半仙是不是？哎呀哒啊滴哒哒啊滴哒哒哒哒，就没办法啦，因为有人就喜欢剧透啦。哎，这不是有岩浆啊？为什么那么亮？应该有东西。土块刀上面就变毒刀了。还舔毒刀，你还舔，你不怕被毒死吗？你就知道是毒刀，你还舔它？那毒刀舔舔是不是？你今天怎么了？你今天怎么了？补习回来啊？安安，你回来啊？安安，老皮在干嘛？我在挖岩浆啊，没有找不到岩浆啊。岩浆在哪里啊？请告诉我岩浆，老皮这标题是什么？就是有五倍的，有五倍的钻石，五倍钻石埋藏在身体里，好不好？五倍的祝福，烧毁啊！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。我怕等下回不了家哎、欸，越挖越那个歪歪的，腐地嘞。土地就暂时制止住了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爆发，他搞不好还爆发。老皮为什么没有 BGM 呢？因为我把它我那边没有放啊，我怕被告啊，对不对？哦，版权警告啊，版权警告，很恐怖呢。啊，又是毒水，是不是？应该是毒水，这个节奏一定是毒水，肯定是毒水，绝对是毒水。读起来，怎么
民族独学。美国真自由，连平民都可以带枪。最常的发生事件，其实我觉得这有好有坏啦。为什么美国他们可以带枪？因为这个最早可以追溯到于那个所谓的西部啊，西部什么叫西部？哦，嘿嘿 ，nice， 终于回去，终于找到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啊！最早可以延伸到西部啦，对吧？因为美国那时候西部拓荒时代嘛，他们是移民嘛，对不对？你警察。对不对？警察怎么可能来得及去？他说：“哎，警察先生啊，有抢匪啊，好不好？走过去，那小镇早就爆了，对不对？小镇早就已经毁了。所以为什么他们有所谓的警长？警长是什么东西？警长当时是其实说就是算是地方官啊，就是他们那边当地的镇民委派出一个人哦当警长。那警长的话就是还可以配枪或什么样，他可以自己制定法律。比如说，当然法律是要能够大家都可以接受啦。比如说就说，哎。”镇上面的人都不能带枪，然后枪要放在比如说警长的办公室、警长的家这样子，然后会有监狱，然后镇民就会自己出，就大家一起出资这样子，然后镇长可能就会出资，然后大概盖个监狱、盖个警察局啊，或者说有时候就说，哎，那是不是有保镖什么的，都什么运镖啊，哦，说可以护送镇民去其他地方买东西或是卖东西这样做交易，对啊，就这样这样子啊，什么 free building 嘛，鬼抓人模式，对啊，那还蛮明显的。所以为什么美国他们那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嘛？他们就有很多所谓的卖兵器、哦、卖武器的那些企业、哦、那些企业。所以为什么他们其实那些卖枪的企业啊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势力？所以说，甚至可以左右就是美国的一些政策。当时美国其实就已经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其实可以弄个禁枪令，就是。哎，那个枪已经不要再贩卖，但是你想想看，企业今天有掌握这么大的权力，他连政治、经济他都可以掌握，对不对？那你让你觉得这种法案可能会过吗？那不可能会过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他们带枪，有些人觉得说很无奈啦，但是对有些地方来讲也算是不错，因为真的是太偏远了，你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就没人可以过来帮你啊，对不对？警察要开车过来，要开个一天半，那怎么办 ？San Bolivia。当实况主200人连续问你这什么游戏也很痛苦，不会啦，我会跟他说这什么游戏啊，自己被看呢、哦，没有啦，不会这样啦，对吧、啊？我不是这样的，自己被看呢、哦。马来西亚警察局小妹，警察虾米还看不到，对啊，所以说有时候你说配枪，我觉得有好有坏啊，有好有坏，不见得是好，但是也不见得是坏哦，因为坏没人爱。坏坏没人爱。嗯，哎呦，马来西亚有这么夸张吗？我觉得应该是还好啦，没有到那种那么离谱程度吧。只是说，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那么一点点，就是点点点黑曜石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大便给你吃了，大便给你吃了。你来看一下啊。那个会那个吗？哦，没有吧？我这边看到没看到那个的迹象，肯定是你的幻觉，肯定是你的那个魂结啊，你的锁链，你的锁链出了问题。好啦，弄一下了啊，这个吧，等下丢进去里面，铝铜，铝跟铜，3:1还是3:8？我记得好像是3:1吧，铝铜混合，三铝一铜，找一下，铜矿还有三铝一铜。直播何时啊？直播何时不一定啊，要看情况啊。对啊，我待会晚上11点，我可能会玩一下 NBA 吧 ，NBA。老皮，告白被拒绝怎么办？然后就再找下一个目标啊，对不对？天涯何处无芳草？为何你就要这样子单恋一只？莫名其妙，美国不能买自动步枪啊！当然了、啊，自动步枪杀伤力强大、欸，你想想看，对不对？你今天拿一把枪，你打完一枪，你要再上膛，要上膛，你就上弹夹一次，杀伤力就有限嘛。自动步枪，你就拿个30发弹夹那边扫射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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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点就有那个啊，不是有那个学生吗？还是什么？
就是反社会分子啊，他们就是跑去那个国小还是国中哦，然后去扫射那边的那些学生啊，我觉得这有点夸张了嘛，对吧、啊？就有点夸张。那当然这种东西大家禁止嘛，每个人都拿一把武器，大家有时候神经病一来，兴致一来就会跑去杀人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对啊，所以但还是要有所限制啦。香港就很猛啦、啊，没错，香港就很猛了。其实因为老皮之前当兵有玩过打过靶，对吧、啊？然后打过战车炮也会打过，所以说其实对我来讲，就是开枪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啦、啊。就是开枪出去，可是当你我觉得开枪倒是还好，总比你用被飞弹炸死来的好，因为你用飞弹射那些人的时候，你是连他们都看不到的，对啊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说你今天打到是谁啊。哦，今天可能你按了一个按钮，然后也那怎么讲？以前是你开了一枪，或者你放个炸弹，然后你眼前就是那些人的尸体就死在你眼前。哦，比如说你杀了20个人，你杀了30个人，心中就算如果是一般人正常的人来讲的话，心中至少还会有一些压力在嘛，不然为什么会有所谓的那种战场那种退伍战场那种症候群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因为都会有压力存在啊，所以你杀人的时候你会犹豫嘛，对不对？你杀人的时候你会犹豫嘛，就不会说哎，这个人是丧心病狂啊。可是今天当杀人这件事情已经被剥除这个所谓的情感的时候，那真的很恐怖啊，真的很恐怖。所以什么？像那种飞弹武器啊，我觉得那种东西最恐怖了。按一个按钮死个上万个人，然后可是对你来讲，你只是按个按钮而已，你什么都没看到、啊，你也没什么感觉。可是，在另外一头，世界另外一端，死的是成千上万的那个生命啊，跟人啊，对啊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还是有差距的啦，对啊，还是有差距的。可是而且真的开枪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难，对、啊，开枪真的没想象中那么难，扳机按下去就会飞了。老片有道理哦，都歪理啦，都歪理啦，抄家。但你看到这些小孩拿枪对着你，你确定？你们不确定那是不是真枪？你要怎么办？在好像在他们那个那时候，他们在打那个什么阿富汗的时候嘛，他们就遇到蛮多那种童兵啊。我说的是苏联啊，苏联打阿富汗，不是美军哦，是苏联打阿富汗的时候，那时候他们就遇到很多童兵。那些童兵其实他们就是这样，就是比如说。甚至还有更扯的是怎样？他就是会把婴儿，把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放在苏联他们要通过那个村，就是通过道路上面嘛，把它放那边，然后就看你会不会去把它带回去给那个村庄的人。哦，如果带回去的话，他们就是会设个埋伏，就是等于是陷阱啊，就是等于说你落入了他们的陷阱，对啊，我觉得说哇，很恐怖啊，对啊。后来他们是怎样？他们苏联就是真的，这个是当然是有。我觉得可能有点杜撰或者有点改编，但是再说真的是听说是真的活地狱啊，因为很多人在那边退伍回来之后就是已经发疯或自杀，那根本待不下去了，对吧、啊？他们就是听说他们是用那个战车嘛，对不对？直接去碾爆，就是车子直接从婴儿身上那样碾过去，因为他们宁愿就是杀死一个婴儿，他们也不要承受就是被攻击的风险。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其实苏联最后还是打输了，打了那么久还打输咯。打错意思是说他打不过，就是没办法把他们全部歼灭啊，对吧、啊？花很多人力，花很多时间，就是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因为所谓的心理压力嘛。当你做一件坏事情，你在你眼前你看到的时候，会不会有压力？对不对？你偷别人东西啊，你偷别人东西，哎，反正没差啊，劫富济贫，呵。可是如果你偷的是穷人的东西，然后你看到那，你又亲眼看到说他在你面前，他就是因为你偷了他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你面前他受苦了。他可能下是，因为他这可能是他这个月的伙食费，你偷了他，他这个月都没东西吃了，那他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他怎么办？他小孩怎么办？他家人怎么办？对不对？这是有所谓这种人性嘛？对啊。可是因为现在社会真的是资讯太多了，而且网络发达，所以说变得很多做很多坏事情，你看不到，你没办法亲眼看到了，就变成说就是人性就慢慢消失了。真的，这是真的啦，这个不是老皮在那边瞎掰。说今天，嘿嘿，你看老皮在那边瞎掰，没有，是真的哦。相信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相信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对，是真的啦哦。我没有要骗你的啦，因为我这个人照常行喜在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啦哦。老皮做人很实在哦，介绍你一款好药，是，哎，不是哎，他还没付我钱，就是这样啦。所以说，
我是希望说，其实这个牵扯到很多东西，这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但是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听，因为毕竟我知道很多年纪不是很大，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到底喜欢不喜欢听这种东西，对吧？就是，嗯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他们觉得说在网络上面讲话不用负责，或者说可能去攻击伤害一个人，哦，因为我刚才讲是，我刚才举例是讲偷东西嘛，然后现在讲就是说你去伤害别人，或者说去放一些谣言，对吧？那个人受到伤害了，他。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到，但其实私底下他生活伤害搞不好很严重，这样子啊？对啊，看不到，没有眼睛，眼睛在哪里？眼睛就在屁股，哎、欸、嘿，肚脐里啊，肚脐眼啊，肚脐眼。你是我的眼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盖什么？我要盖一个那个 EX 咖喱棒哦，超级这个超级棒棒台啊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好吧，那我还要去做，还要收集铁，没有铁了，咱们没铁了。22岁的同志路过，哎、欸，你好，同志先生，您是打哪来的呢？哎、欸，同乡吗？啊，不是啦，啊，什么是什么黑色的那个呗？煤的石头，好酷哦，黑煤石，黑煤鸡啊，黑煤鸡，打鸡鸡，煤还有点点。还有黑莓好了，反正下次再研究看看好了。东西太多了，太多东西可以研究，太多东西可以探索，真是太美妙了。先来做铁镐好了，铁镐，铁做的镐叫铁镐，铁做的碗叫什么？叫什么？叫子弹，叫子弹。看起来要屎尿屁来，伏地。我开到几点啊？我开到11点多吧，11点多啦。男同志和女同志没有什么差吧？天下同志一家亲，不要分你我啊，不要分你我。爱老皮，现在我觉得你是有人 Google 翻译去翻的东西啊，你不要那么无聊啦。老皮当老师好不好？我都当什么老师？我又没什么学历。其实我真的有想要当过老师，想要当老师，但是其实就是当老师还是有困难啊，因为。现在这个时代当老师不好当，对啊，当老师不好当。我说不好当是说他，你像以前就说，哎、欸，当老师很好啊，对不对？当老师你看看，你就是你有社会上面德高望重嘛，大家觉得说，哎、欸，当老师很厉害，然后薪水又有保障，生活又不用担心。可是现在当老师有一餐没一餐哦，对啊，还被踢来踢去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当那个兼任老师啊什么的。很辛苦啊！你现在当老师不是像你这样想那么简单的。很多人梦想可能是想要当老师，现在老师已经饱和啦，满街都是老师啊，对不对？我也是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什么老师？我是教什么的？我是教那个、啊、教那个教你怎么打呵欠，什么神经病啊？老皮之前有去教那个啦，教那个乡民大学，对吧？去教那种电脑的啦，电脑绘图啦。然后教那种3D 的啦，因为我之前有在做3D 啦，教一点基础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教一些基础的啦。可是其实这样讲，我觉得也没有说到很好赚，因为就真的是有一餐没一餐，对吧、啊？那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是兴趣啊，就想说我没当过老师嘛，试试看，对啊。其实当老师也是真的蛮好玩的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那个老师，请问一下哦。”然后有些人年纪还比你大，说：“哎、欸，啊那个弟弟啊。”我说：“哎、欸，没有。欸”或者说：“哎、欸，奇怪，被叫弟弟，对吧、啊？”就是有那种欧巴桑啊，或者那种欧吉桑啊，他们来上课这样子。弟弟啊啊，弟弟，你的弟弟，弟弟，这样子啊、哦，就觉得啊，算了。老皮当老师一定很脏了、啊，哎、欸，这就很难讲了哦，哈。对于工作嘛。工作态度我是很严谨的啊，我是很严肃的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啊，不用担心我会脏脏，我会非常非常脏脏，不是我会很正常的哈，用正确的观念去指导他们的。落实超恐怖吗？其实还好啦，我觉得就这样玩啊，洛斯特就神经病来玩的嘛，就是一群神经病，然后都不穿衣服，然后到处拿个石头在这边打人啊，拆东西啊，敲树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就还蛮莫名其妙的。老兵，你玩过 MyZ 吗？玩过啦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。MyZ 没有比 JZ 好玩。老师，老皮是什么生物？
什么生物？就是一头狗啊！我、哦、就是一头狗，还没十二点，没有啦，没十二点就算了，说出来了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你们在讲什么东西？我听不太懂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闪耀石、欸，哎，好酷、啊！哎、欸，歹门，歹门吗？哎、欸，歹门呢、欸？是歹门。耶、yeah, ，好多歹门啊！歹门，弟弟，电童癖。合约角被你承认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在这洗这个文哦，那洗这个文当然把你变掉哦。我们这个不是在那边给你乱洗的，这个是这样，应该在过来洗的吧？你就知道洗屏的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你就不好意思了，那、哦、这样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你去死吧，别再说一堆屁话，别再一天天听着我忘词的啦啦，好不好？欢迎光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谢谢光临，噔噔噔噔噔，所以想变你，还要什么理由呢？对不对？真是不识相啊！不识相是这样子，想变你还要理由啊？不用理由的，那边洗那个什么，那个应该是阿拉伯文吧？五倍钻石。五倍的钻石销毁，五倍钻石来了，巴基斯坦文啊，啊，也是巴基斯坦文。本是同根生，本是同根生，哎呀，好 H 呀、啊，嘿嘿，哎，什么东西啊，莫名其妙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，相煎何太急，好急。OK， 那快搞定啦。咱们再来努力吧，装个岩浆，这是这些钻石嘛，这样是银吧，银矿。好像青苹果乐园哦，什么东西？青苹果乐园？独木屋也别徘徊，快到苹果乐园来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欢迎流浪的小孩，小孩跑哪去了？香煎和太极，对呀、啊，太极。好，岩浆不装哦。我等下装啊，我等下去另外一边装。我这边看里面有没有钻石，先把它堵起来，因为那边太危险了啦。那边如果你挖的话，你上次没注意到你就掉下去，所以想说不要开发那边。爱都不需要理由了，被人需要理由吗？因为双，因为双，因为双双双双双，没东西啊这里。我当时挖哪里去了，我都忘记了，是这边吗？应该是这里吧，可是不知道是哪，不知道哪里，这里。啊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。这里这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这毒水，毒水地，毒水地，毒水地，嘿嘿，嘿 ，OK， 这样搞定，好吧，这边应该没有钻石，地上有些铁矿，那什么东西？钻石吗？不是，这边真的蛮多矿物的。GG 哥 ，Your GG is very big， MGG is very strong， 什么东西啦，乱七八糟。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的字典里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鸡鸡？它已经长得跟魔鬼一样大。什么东西？不要再乱唱了，还没十二点。好啦，尽量努力啦啊！希望可以挖到很多钻石。断断续续哦，为什么断断续续？有这样的事情？嘿。这不科学啊！银矿，什么东西啊？喜欢老游也不需要，喜欢老皮也不需要旅游，对呀、啊，没关系，欢迎你喜欢，欢迎光临买房。OK， 这什么东西？Miner Delight 什么东西啊？矿物之光吗？我挖了头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好吧，我们把它带回去好了，学术研究。咱们来学术研究一下，学术研究，他们好像就没有铁矿，铁矿挖几个？挖十个而已，那么少，好吧，猎杀铁矿好了，猎杀铁矿，世界上一定有地方午夜超过午夜十二点，有吗？这样的情形，好啦，十一点了啦，是不是该休息了？十一点多了哈 ，Happy， 安安你好，我是第一次来看的香港人，你好，安安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海绵宝宝，海绵宝宝，
包包。哦，五倍的钻石，五倍的恩典，哇哦！哦，六倍、七倍，哎呦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五倍的钻石，五倍的恩典啊！恐怖了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哎，为什么没办法？哦，有把吸进来，吸进来了。我找一下那个东西，我看一看，应该还在啊。做，我们晚上武力。看一下，五倍，五倍。五倍没有的哎，五，不能用，有了，倍的，我怎么的啦？等在哪里？五倍的，五倍的钻石，钻石没有的，分。分，叽叽！不要，断开文杰，断开锁链，断开文杰，断开锁链，同心链，东方闪电，同心链，真的很亮很漂亮，同心链真的很亮很漂亮。哎呦，请举手，请举手。下面，巫术，网罗，钻石。好了，算了啦。美音萌萌，五倍的战士。好了，继续挖啦。铁矿也挖不够啊，铁矿差点点。GG哥没有的，什么情况？小心被检举，科科。不会啦，不会那么无聊检举我吧？他们应该不会看我实况吧？对不对？断开魂结啊，断开手链啊，断开老皮台啊！这是什么万恶的根源？这是巫术，这是一种巫术。我还巫术嘞，巫术，啊，巫术，鱼术，这是一种鱼术。嗯，东西都满满的，丢点老，屌打我是丢了吧，丢了吧，胡萝卜吃了吧。不要紧，从主任到学生都是同性恋，那就有点夸张啊，讲到真的很离谱。对呀、啊，你相信吗？我都不相信了，你相信对不对？你敢信吗？反正我是不信了啊，反正我是不信了。呵呵对呀、啊，莫名其妙，电话来了。欸、喂，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不 OK。就反正还要弄啦。我现在想说，我再帮你弄一个新的那个啦，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问题，就是都不行啊。然后我弟电话没接。喂、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回家了吗？哦，好啊，那你要过来吗？好啊，好吧、啊，那就过来。那因为我待会收台，我现在开台，我待会要收台啦。问题就是大家再弄一个看看啊。如果说真的可以弄好的话，就弄啊。反正我陪你弄啦。对啊。不会啦，就花点时间弄一弄研究一下，不然就是你在那边待一段时间也没差、啊，反正就是我们就是互相研究啊，哦。好啦，就是互相把它打开来嘛，然后坦然相见嘛，没有啦，就是反正就是再研究看看啦，一定是 OK 的啦，只是说是不知道是哪边的问题啊，如果不行的话，我就是用那个水润碟来灌啊。那、啊、这样更麻烦啊，多花五六千块。嗯，好啦，那等你来啦，反正把它弄一弄啦，把它弄完。矿泉水碟啊？有啊，我这边有啦。对啊，嘿，好啦 OK， 那就先这样啦 OK， 拜拜。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因为老皮等下帮坏东西弄东西啦，走吧，他东西还没弄好。电脑啦，弄什么？互相研究。电脑还没弄好，好不好 ？Computer，PC，OK，PC、okay? 啊 ，PC 没弄好，需要帮他弄。哦、啊，因为他电脑弄不好，他弄不出来，没办法，一定要帮他弄到好。哦、啊，没办法。对呀、啊，朋友嘛，朋友一生一起走，
那些日子不再有，一句话，一身情，互相研究，弄出来了，超级恶心，铁砖，铁砖呢、欸？那么高，我没有那么多铁砖吧？太搞笑了 ！MC 档案一定要放到 C 槽吗？不需要啊，不用啦。你听谁说的？不要再相信没有根据的说法了，好吗？哎呦，真的很难挖呢，这么难挖呢，铁不够啊，远远不足，远远不够我需要的量。像我要那么大量的，弄到好，都要弄到好啊。好啦，那就先休息了啦啊、哦。那今天就比较晚开台啦，大家不好意思啦，看蛮多人跑去睡觉了。如果你要睡觉，赶快去睡。然后晚点我看情况，我会再开 NBA， 但是不见得会开，但是也不见得不会开，反正就是可能会开，但也可能不会开，但我不能给你保证，我不能给你保证，哎，这样讲的好好让人家心痒痒，反正就是会啦，就是晚点帮他弄好之后，如果早很早弄完的话我就开，如果弄不完的话我就不开了，对啊，好啦，先这样咯，拜拜。